搬入期盼已久的新厝是一件欢喜事。但近年来，另外区沿江北路春天里小区的位置有高房价却反应大，因为新厝出现漏水问题，伊能够集中环保兵入去调。而目前伊能去问开发商，爱如何整改，也暂时无得个回复。修缮问题陷入僵局。去年，只有能使购买了该小区一栋三楼一套精装房，但环保业主就发现。卫生管界马桶间天花板顶处经常滴水，一时伊将西北贴到吊顶进行检测，发现是因为楼顶卫生管漏水所致。我们有请专业的师傅过来看，就是专业的师傅告诉我们楼上的防水做得不好，然后这些都是开发商之前做好的，我们是精装修房子的。就能是打，为此伊多次联系物业家开发商。但经过近一个月的沟通之后，卫生管界漏水问题却已经未得到改观。买的时候是开发商是承诺是说五年是有保质修理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发现的是我们地漏的插座是漏水的，然后我们找不到开发商，然后向物业协商的时候，物业是没有理我们的，就是像踢皮球一样，让我们自己去找开发商。个业主会介绍，这个小区自2022年交付后，伊能就陆续改为入住。但无久过后，未少人却发现新搬界卫生管区房存到漏水、掺水的问题。无一个厝，另外无来调，在那是一面叫按遐水下，其实搭搭唔大概做呢，叫来拆，咪只在搭就讲咪漏水。到厕所顶杯要用水的时候，就漏水无用的时候就无。顶杯到开落个通杯就定外出崩壁间的水渠嘛，定外出崩壁间的水渠可能防水井就是做咧无啊。到现场，有业主求出了一份有开发商可以讲解商品主板照亮保证字，来到显示。该商品主板建设单位为汕头市潮南区碧花置业有限公司，委托广东立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对该商品主板进行保修。根据合约，保修起来如果出现照亮缺陷等方面的问题，由相关责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。今日个业主会欢迎。根据约定，伊能将漏水问题向小区物业管理处开发商等反映后，却陆陆接落闭门嘅。即刻是墨水是落保修起来，咁就薄薄落落唔制，落到红黄空个薄薄了，伊落薄，根本落薄未好咧。要找物业，物业伊当都去找开发商，就这样子。开发商伊又薄未好，你薄落伊落薄，全部薄未好咧。伊也非常唔得咯，唔知找地震好嘛。就直等通过单来去物业来给伊打，伊也系当无灵，还去叫做当恁家己去投诉了。针对这情况，记者也到小区物业管理中心了解情况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们积极的向那个房产反映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关于他那个房屋漏水，我们也是。我们工程师傅也会去安，也有安排去现场去查看。就是墙里面漏水嘛，埋的水管埋在墙里面嘛。我们现在跟房产去反馈这个问题，去要他过来处理，但是一直也没过来处理。那他们愿不愿意过来处理？这个我不好说，好吧。你们跟他们反映多久了？反映了一个多月了，也不是一次两次的催促，也是多处催促，这边都有记录的，我们只能说，极力的去找房产的那个房建的维修公司啊，来维修，然后联系那个房产的维保公司，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那他们不来啊？那这个东西，确实，那也不是物业能处理的范畴了。对此，不少业主感到无奈，希望监管部门能约谈开发商，尽快提出改革处理的办法。我希望有关部门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，或者开发商履行他的承诺，就是五年的合同到还没有到期，你该保质我们什么就得保质我们什么。那个买个厝啊，唔是用改啊，就是来徛是开开心心来徛都不相当，来搞张漏水徛都心情都冇。根据东华农民共和国监督法的有关规定，监督工程总工的时候，
屋顶墙面、玻璃漏雾、参漏、开裂等照亮缺陷。对于发现的照亮缺陷，经过时间检验，应当修复。而作为监管部门，住建部门虽不直接负责维修，但负监督相关检验、履行保修责任的职责。对此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另外区住建警，相关工作人员表示，后续会跟进此事。我是个接两门单，伊个学校面解往个个叫人去拖下咯，拖下是个命原因，如果是个确实接两门单，该去处理，还是去处理嘛。记者了解到，小区内周二新厝十楼门单的业主唔止挪沙好，伊能接落为无边入去调而发愁，也落为如何锐宽而烦恼。我希望开发商监督时间检验。每业以及相关责任部门等，能够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，积极沟通，协助业主改革好问题。今年嘅定阳在当日，天海区龙都镇在美村为当地十五位特殊困难老年人送上了一份礼物，就是乡里嘅正食饭堂、正食开饭红叶，由第三方东阳豆帮配餐。村委组织志愿者为老人免费提供早餐配餐服务，让伊人到家门口就能够食着营养均衡的饭菜。今年71岁的邓静是在每村界长期高挂老人，由于行动不便，直接三餐料理起来多无不便。如今伊可以到村内界正食饭堂用午餐，伊觉得过欢喜。哇，乖，母亲乖卡。哎，我哩慢慢改落去，我家就一个庄了，你收到了小学金，哎，又我在一收到政府对上去的阿姨供了我个亲戚，我重新来感谢，家里家有单做哪来的家，老老家这花就不错，家里做木家花就满满，各地回些就满意。在每村县户人口6000多人，其中超过60岁的老年人占了近30%。村委会到日常走访中发现，个别老年人由于高挂或者只能无边长期专心照顾等原因，只能家己抽屉直接三餐，生活多无不便。为此，村委会积极谋划，着手建设正食饭堂，让这撮特殊老人到家门口或者家内，就有边食上营养均衡的饭菜。我在起就组织往这村，跟各志愿者队伍，就去入口望车，发现有村有个别老人啊，伊只个那有遐食饭人来门袋，食饭人门袋主要原因就是伊最近门袋啊是身体原因行动不便啊，往就是惊伊那伊个啊营养不足，那是伊个健康门袋，所以就直接上带来。建设这个正食饭堂，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服务。到了近期，经过一番调皮，食堂场地工作人员配套拢基本就绪。任何天海区民政部门也提供了饭堂的建设资金，所以每正食饭堂也就顺利建设并投入使用。目前，到正食饭堂应我想界在每村村民有15人。由第三方东阳豆帮配餐，是为了让伊人能够方便卫生用餐。志愿者会每日轮流到场提供服务。我们这个队伍是村妇两组织的，我们这个队伍有14人，我们有个入口哈，去团购撮老人，生活确实有需要帮助啊，那喏。等个当去搞伊说有所有介伊行动都不方便，等下买菜嘛地个过唔方便啊，人个饮食食唔对啥等啊呐，我讲听得有病让伊说老人有能食到一顿，也去帮我个介午餐非常有必要啊。只挂只撮啊，高挂老人，只撮老人来到自己正食一顿，撮人食好觉得啦，大家非常开心，帮只。自己对我就每日用积极老人来帮忙这老人，拢我来帮忙这老人，叫人上餐来的时候，我就来接餐，然后就来拍饭，这些老人帮了伊老人食，那食后老人给伊能洗这碗碗的个，我每日都是早到的都是10-12点外，然后家己回来个。
这只虽然我辛苦，但是出老人之后，觉得非常欢喜，我也是觉得家内心觉得非常好。这样子啊，本登强项是北村文工听当杨创养老服务体系界工作人部之称。目前天海区已推进龙都镇在每村、内桥镇土城村、甲东岭镇东岭村三个正佳本登强项，并陆续开放营业。在每村也表示，将到工作当总结经验，更好更大范围推动自行事业的开展。现在定如我们提供了一个热心人士，所以将长了三房新作为我们正佳者正佳门登来启动资金，从当位啊老活动呀、啊、乡乡啊、经营界啊热心人士来降资，落来就爱到资金综合条件继续来扩大我们这个正佳门登，增加也能少了位置超大，加东北边的老人上节目提供服务，让伊到街内有定接到营养丰富嘅午餐。我也是希望到更多嘅热心人士来加入我们这个行列，为这有需求嘅、有需要嘅老人提供一顿营养丰富嘅午餐，让伊能嘅每年过得幸福、健康、快乐。最近呢，本人麦报道了市区文贵乡主题小区37栋楼的因为共享电动自行车扎堆而堵塞通道的怪象，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。目前通道受堵塞的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解决。此前多届并摆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每只扎堆停放到文贵乡小区37栋楼楼的通道，高峰期达30多辆，几乎将高调通道上满。住户张先生答：该形象已提速一整年，既也向住户通知，又重到恩黄。停车全部拢总是多的多的，每高也叫我们人啊，我们革命出入啊，买那车人太贵，我得甩过个。晚咩？两三点来就个咩？也去换电来做咩？变咗做咩嘅换烟啊？换电来点来做咩？你窗户点响？我也叫到楼顶三四楼啊，换去砸下无烟，了来搞就之后就电啊去电梯就先是砰乒乒叫。这种乱象经本人麦报道之后，引起了相关方面嘅关注甲重视。张先生答。最近咩？有关方面立即展开整治行动，将堵塞通道界共享电动自行车刷走。明早记者台告，现场只有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，原本被堵塞的通道现在已畅通无阻。当咩到早日到各位，甲也去有关方面拢有来整顿了情况，就当暂时只拿只。车辆就咱共享拢无接来，就只买个通道个瓦窗，甲个特殊就有好大个改善。对此，张先生等住户觉得非常欢喜。有新闻媒体报道吼，只物件拢种即个拢看着清清，啊，欢迎来个面貌吼，让面貌比较满意。今日明早，还有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到37栋界楼的通道。张先生就怀疑相关运营商发布贴消息的停放点，伊希望门对有变得较贴对改观。我这还是有车，还是有入来，也唔知呢，伊能共享有咩情况？佮有收到一个通知，收到一个只有消息，然后五个昨日去整栋。有去把张地个区划去做你去拆掉啊不？伊无那各个明白拢只有车拢种买接来。调到中央民生乡道主题区个药先生黄杨达，即关呢伊来楼下出现了一个道盘东荒店，周边个居民甲市场所设个道盘拢东到几个，到底经常所学草皮或者是蛮好心。希望相关部门定心规划道盘东荒店，欢迎主题区整洁卫生的环境。道行长记者台告，小区12栋楼的总结处有一间道盘堆荒店，摆放着一只塑料道盘桶、一个大容量铁皮道盘桶以及一只道盘清运车。土的堆荒有未少垃圾杂物，
后生成功，有水接住。对方店离最近的一号住户大门只有两三米，大奔车紧贴外车停放。有新生一家就调到一二楼，生活备受困扰。哦，你哋真嘅，掉下个咩个动头是踢皮啊，砰下了，砰下了，非常噪音，噪音，真咪多，三点五点半咪三个，砰下了，砰下了，哦，非常响亮嚟着。出门卡，后生对头。个门在开，轰轰了两声，唔敢开，徛到天下窗草个，遮也无明遮。出人入去了挂口罩，无亲戚朋友唔敢去往度吼。个姚先生能欢迎，只个大鹏对方店原本是设到社区挂口个路肩，大概三年左右才被刷入社区来。由于附近居民比较在，每日刷些大鹏个速度快慢，销量也低。糖来的豆棒经常磨到溢出来，而且不断地散发出臭味，卫生环境十分恶劣。就比个垃圾，快市场个垃圾，就往床弄糖进来。了你当做个，当伊装完，当伊在乎，在乎敢无这个，当伊给接出来哦，基本就无听个呐。人也唔清楚，伊都伫这个正金来收，就无确定个了着。现场一位负责清扫路面个保警人员表示。对方店的大棚是一家当时负责清运，每日回来修好几次。马上就回来修，上午、下午、早上、晚上一天要修四次。有先生认为，大棚对方店适度主题小区内极唔合理，希望相关部门有边定性规划，妥善荒地大棚摊。就要求咁样刷走，唔同原来地嘅位置，原古嘅位置，即间原来无啊，原来都外围。如就按五户来话位，了如用做你菜煮什么，厨师用做你在家个流量，在我们喉咙按落去位置，你就去位置。近日调到市区大学路五百零五号附近的住户黄养达，伊人楼下经常出现积水，散发着臭味，伊人怀疑周边的排水管出问题，希望官方面能够尽快协调处理。记者到现场抬高。土位有排着污水，路肩个排水口附近不时有喷水怪，并积住。排水倒，他们就排唔得出，咁直直面就成人洞噶。这速度太不利啦！哎，那之后落打来打去，咪我这水就臭啊！讲是啊，这个水偏起啊，就耐唔去。有顶半含流片啊，片污，这个水就山生石头啊，去崩猛的啊，过界啊，都用着顶半下去，下去住好啊，大家去身体健康，影响非常大。个住户介绍，楼下出现积水之后，伊人第一时间告了西北，对交警进行清通。不过清通后不久，积水就又出现，大家仍然怀疑是周边界排水管出了问题，导致这座生活污水排不得出。就是用着自推出钱，叫人来处理好，处理好了还是塞，就是顶盖讲咩跌塌路，顶到伊无处理，伊承担啦。接触污水无变带出去，一开始就晓得该家己晓得该接触咩塌去就了，排水后底该外埔乡咩塌去，阿伯就车长来改走就必须得出大车，就再做下去刷土出入，就到底到二脚口就下去脚口就条大管，佮底塌去，底塌去唔想恁去找，伊就得等下伊时间底就条管就刷地方来铺。本水外溢，其污染环境又影响通行，住户会逼着喷雾，污光方面能够形成下力，协调改革楼宇计积水门对。希望到污光部门同事来讲，少改革这件事，来排除到那个点样原因，来处理好。采访期间，记者也跟随住户坐在到附近的停车场了解情况，并通过电话联系到相关负责人。对方表示，目前车道指定实施宽滑。我系走往前路，你看我攞助理咧，做咩咧？时间后咧，吓！你可不可以只离风疏松到花厅顶杯堆嘅楼花破了就冲出去呢？之前网潮发射到四川省巴东市东协南面发现，近日邓某以账户李某酒后多次堆实施家暴，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为由，向法院起诉离婚。但是到二审开庭之际，李某因邓某将提离婚而情绪激动，当庭抱起邓某就冲出审判厅，惊到邓某车技哦。虽然最终李某卖离婚的目的实现了，但是这却到舆论场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
但某个李某的离婚话一心发言不会准备离婚。二心开庭在李某因为邓某将提离婚而情绪激动，当天抱起邓某冲出审判厅，邓某吓到大叫。直接调闹剧结束后，法官对双方做了调解工作。结果是邓某终于同意再帮李某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对此，不少网友表达了疑惑和担心。小生结果是邓某期待的吗？结束的李某生活组织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咩样？对于这种疑问，相关方面还有必要正式回答伊。其实，网友更多的困惑和担心来自自身。有网友答：无聊，近期老婆做操一直出，发现就不该再调改，直接判离。但这种说法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民法典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改。既然有明确规定，调改就是每一个诉讼拢只要唔过一道听书。但网友的担心也并无道理。对李某来讲，伊个诉求就是卖离婚，只要有助于卖离婚的目标实现，伊拢可以委曲求全，表示接受。正如一所网友所担忧个，李某已经用行动表现出不可告人的一面。直到接落来共同生活当冰凉，邓某的人生活窗强人有保证，并未他自证可怕的情况然后发生。但基层南方的警卫预示了发生的可能。这个时候，调解当劝花不劝离，就应该坚决行动。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，也包括离婚自由。近年来，网友对于离婚自由的关注多起来，这是权利意识的觉醒，是一件好事。好在网友关注这个案件，这是想探究最终结果，确实遵循了这个原则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相关方面不妨有正式部的回应，以向网友解释清楚知识做的合理性，这其实也是一个普法的规矩。